吹吧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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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这里了，这里了，哎、你以前跟现在不像哎、有吗？我觉得很像啊，哪里不像？那现在化妆有不一样，你以前化妆风格比较清纯一点。那你们想要课很麻烦，一直换，要一直换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你现在要上术科，要去上街舞课、啊，我不想上，不行啊，你要去上街舞课啊。我们那你平常我平常最期待的就是上街舞课啦、啊，最认真上的课就是街舞课啊，就是那种不会乱请假乱翘课。我不会啊，拜托、我跟你讲，老师蛮帅的，所以我不会请假。开始啦，那我们赶快进去看一下，想看我们赶快去看一下。这几个人讲到老师很帅，他们就给我很认真。我没有来复习一次 ，seven and a n， OK。嗨，老师。老师，我们这里有个专业的，他说你们太逊了，他要。没有哎、不要乱讲啊！我跟你讲，你刚刚跑去哪里？没有啊，准备来上课。没有，就是没有。我有说课没有，缺课几次了？来来来，给我站在最前面。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不行。那个介绍一下，那个老师叫 Lucky 的哈。叫 Lucky 是什么 ？Lucky 啊 ，Lucky 是什么？来吧。他纠正我。弯的时候，把手张开，然后我把右脚抬起来，然后做一个跳的动作。One, two， 落地的时候脚踢出去。二 ，n， 三，然后四 ，n， 五，来六的时候把身体往上抬，六拉起来，然后我们做七 ，n， 八 ，n， 六，转手吗？好来，啊就转手，什么不会的，看一下手哦。Two， 对，绕大一点，绕大圈一点，对对对对。哦，会了会了会了。因为呢，我有发现这两个人可能技能比我稍微弱一点。来，我们根本传媒上过。来来来来，我们主要是日系日系。我们就知道我有在认真上老师的课，好吧？好。来喽，那我们一样，我们右手做一个转手。接下来我要验收一次哦。Oh my god！ 来喽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还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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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师是人很好。对。OK 吗？站好前面，多少多少。我怎么有一种越跳我的同学越来越后面的感觉？OK， 很好，那我们要继续教下去喽。老师不行，老师等一下，老师太多了，太多了，承受不住了吗？承受不了了，没办法，我们今天太久没有跳了。我们今天是带他重返十八岁，重返十八岁，对，老师他说以前你有教过他，我有教过他，我教过他，那你对他有印象吗？当然有啊，怎么可能没印象？是好的还是坏的？还不错啦，应该是好的吧，我应该蛮乖的吧，我上你的课也都是蛮认真的呀，认真，他有常校课吗？你为什么要笑？偶尔缺课，偶尔没有缺课吧？有吧？没有，去哪里？是不是？是不是都跑？都跑二班，对，我都跑去一个二楼有冷气的地方。哦，那老师这样等于你已经在这里教超过七年了。对，我教第九年了。哎、欸，他从年轻教到现在，从年轻到现在，你比我资深吗？算比你资深。第九年，对不起，老师，对不起。谢谢。但现在这个班他们都是舞蹈学舞蹈的吗？他们都是学舞蹈的。那我们可以看看，那想看他们跳舞，想看他们跳舞吗？对啊，有没有会跳啦啦队的？有没有啦啦队的？有没有会啦啦队？有吗？哦，非常多啦啦队。你们太子吗？你们太子要接他啦队，太子兼任。你们是 CD 的哦，有听过有听过。之前打比赛他们有上去跳，对对对。那你们来跳个几下，给我们学姐看一下。
感觉。你们会累死，我跟你说。我跟你讲，你会累死。你们会累死。这个球，没有。我跟你说，你遇到一个很会选球的球员，我保证你跳到死。你们真的会累死。他们还年轻。哦，对了。怎样？我膝盖就不好啊。那学姐，学姐跳一下，学姐跳一下。你同队的，你要你出来、啊。我也是吗？我也是。同队的、啊，乐天，乐天代表。那我们就跳林红玉来了。很偷懒、欸，你们会跳乐天的吗？你们会，你会哪个？你会哪个？你会哪一个？宋家祥，宋家祥、哦，为什么都学宋家祥的？宋家祥是不是喜欢宋家祥？没有，是因为他就是也是我们家庭在。五六七八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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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问你们，那有那个魏成龙的选手吗？球赛谁在偷懒哦？没有，我上班都不偷懒。真的哦。好，那他们感觉很会，很会。对，他们什么都可以 Q。那我们现在随便 Q 别的歌，你们也会吗？哎，我们随便放一拖拉库的主曲。刚说什么？我说一拖。可以挑战看看。一拖拉库的歌曲，这个就是很棒的态度。很棒。你们要接受我们考验吗？接受挑战。啊，我们学姐也会下去跟你们一起考验。啊，我们两个就不用。我们俩在旁边看。我去旁边练 Lucky。好，那你们那我们等一下考验他们一下，随机舞蹈考验开始 ，start， 完全没听过，欸、我黑人问号哎，完全没听过哎，哦，哎、欸欸、你会吗？我不会啊，你会啊，我蛮能。你是不是每一首都想站中间 C 位，对不对？你想说大家让开我来，是不是？然后我来，我来。他表情超到位，表情超级耶，他会对那个镜头放电，对，他是一秒进去，然后一秒进去，一秒出来。然后他时间到，他会自己这样，对，他会先到结束，走。然后下一首歌，下一首歌我要出来喽。我连歌是什么都不知道哎。哎，他很强哎，又是他啊啊！你会，我昨天这个。哦，跟我也是。我们是忙于工作，对，我们忙于工作，因为平常都要跳一些这种，对，这种之类的，就是专注于这个舞蹈，喜欢的舞蹈，就你们就尽情的学跳舞这样子，对，为自己找理由，好，谢谢。怎么样？刚刚激烈的跳舞课体验完了，哎，你有很激烈吗？你上去，我有，我还有，有，对，哎，忘记了，你在躲在后面，哦。那我们这个单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，就是呢，看一下他的毕业建设。你们从哪？不是重点是你们从哪里伸出我的？你不要，我们这一届的毕业建设串通好了，去你家偷的。啊，这个你是眼三唇，你们都长得蛮漂亮的。这个吗？不是，我们先看一下他的名字，有名字的李若彤，这里了，这里了。哎，妹妹。你以前跟现在不像哎、欸，
哎、欸，有吗？我觉得很像啊。哪里不像？他现在化妆有不一样。你以前化妆风格比较清纯一点。我们班上会有一个人帮忙美术，嗯，做毕设，然后他就是帮我画了一个这个，你们是不是看不出来？他其实是按照每个人的特性吗？特性或是印象去做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荷鲁斯之眼。你为什么是荷鲁斯？荷鲁斯之眼是什么？看了就会石化吗？不是哦，那是美杜莎。左右眼有分啦，但是他的意思就是因为他看到我的第一印象是眼睛，然后觉得我很神秘，哦、所以他就帮我画了荷鲁斯之眼。哎，干嘛？神秘美女耶，哎。哎、欸，其实你们班感情感觉蛮好。啊，这里啊，这里有我了。因为你们有很多团，这个吗？对，你们有好多团体照哦。对啊，算是感情蛮好。你们感情不好吗？因为姊妹那个有没有？你记得吗？就是都是比较分散。没有，因为姊妹有说她比较，她比较，对对对。那你经过这个七年之后，再重新回到校园，啊，不要再看了。好有，对不起，我陷入了回忆之中。有什么感触吗？我觉得回来高中是一件很开心、很幸福的事，而且有时候看到高中的学弟妹们，现在就是可以。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嗯，因为很纯粹，很纯粹表演，我就是喜欢表演，我就喜欢跳舞，我就是喜欢戏剧，然后我就是每天就是花很多时间在练舞啊什么什么的。那我们现在可能就是没办法，可能要经济上的压力啊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对，你当初算是说为了演艺梦想来台北这样吗？哎，对，因为我是高一下学期转学嘛，北上，你本来是读一般高中，我原本是读一般高中，觉得很痛苦，这不是我要的生活。那这么勇敢，因为你高中就决定要改变，我就蛮清楚，就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所以我就跟家里抗争了很久，最后就是顺利抗争成功，然后就来中正念书。对，但是很早就发现自己的兴趣。对，嗯，但我其实算因为拍摄常来中正蛮多次，但我这是第一次有跟学生深入那么多互动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其实表演艺术课大家其实都就是很有礼貌，而且我觉得他们比较知道怎么跟人相处。像没有，就还是回到那个，就是我们每次都觉得，哎，如果我们当初早一点。加入那个，我们可能考不上。对，我们考不上，资质不够。那你有什么想看的人吗？想看谁重返校园？你让我们就是，哎，我可不可以找？你给我一点，你可不可以找那种就是你知道二十年没回去，没有回校园？我也找不到，哎，我也想不起来。当年年初的人总分不出来，已经破了，泛黄破损。谁啊？宜萱呢？我没有说，吴宇轩，我没有说，他说的。他你们两个穿人家主持位就算了，还要呛人家，他说人家的毕业纪念册泛黄，我就很想跟宜萱姐录音，因为我太佩服他这个人，我很想知道是怎么样可以造就一个人。哎，他也是后来转职的，对啊，他原本也不是转职，对啊，他也是很励志的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他有很多故事可以问，转的硬了，我觉得我非常期待这个。好啦，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没有什么？哎，但被你讲，哎，不要了。看宜萱的校园生活，你们不要推到我身上哦。那集我不主持，不要把我，因为我觉得我整集我整集会被他骂，瑟瑟发抖。如果大家有想看谁的话，下面留言。你们想看宜萱，你们就在下面留言。你们完蛋了，大家想，对，我们就会说是大家推给观众朋友。对对对，好，那就希望这个单元有意义的单元可以继续持续下去。那下次不知道会是谁，好期待哦，好期待。